家千万不要喂鱼啊，千万不要投喂鱼食，已经撑死好几条了啊！大家不要犯罪啊，不要屠杀生灵啊，不要喂鱼啊！哎呀，这说你们也不信。放心。后面人靠边，你们慢慢走啊。是特殊情况，有一万多人没有票，然后临时放了10000票才进去的。如果没有那么多人，肯定不放了。